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妮。这一集为大家介绍的是节瓜，看不出来是节瓜吗？它节瓜呢，有时候又叫做夏南瓜啦，然后它是一种低热量、低 GI、低淀粉又高纤维的蔬菜。大家看我吃什么，跟着吃就对了，因为我都专门吃不会变胖，然后减肥的人在吃的东西。可是我没有在减肥哦，大家不要误会。然后这边看到就是节瓜、跟茄子、跟番茄，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黄节瓜，像我个人是很喜欢黄节瓜，可是好像大家种黄节瓜的人比较少。然后这边看到我还用了有机番茄汁，然后跟有机番茄酱。这两个等一下会来取代红酱的简易的替代品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菜，妈妈们很忙，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安全的农产加工品呢，我会介绍大家使用都没问题的。然后另外那一瓶是阿金姐的客家鸡酱，那一瓶也很赞哦，所以我把这三个东西呢结合在一起，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我怎么做。然后我们先把节瓜呢，还有茄子都把它切片，你可以切多薄就切多薄，但是千万不要跟自己的手为难，像我啊。不太会切东西，所以我都不会跟自己为难，要让自己安全下装比较重要。然后你找一个烤盘，像我用的这个是有深度一点的烤盘，因为它还会有汤汁。然后我就先抹上橄榄油，记得橄榄油要买冷压初榨 extra virgin 橄榄油。好的油呢，我们都可以吃，不要担心。然后你看我把它按照颜色穿插去把它排好，绕成一圈一圈这样子。如果这样子啊，然后把那个酱料酱汁放在最底层去烤，它也是可以是一道菜。但是我今天做的是另外一个变化版的，我是把做类似像炖蔬菜的做法。这边看到我倒了一点有机番茄汁，然后还加了客家鸡酱，然后我去试那个味道，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番茄酱来使用，这样子整个味道会更深醇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今天要做的是一个番茄炖节瓜时蔬，所以我需要有这个汤汁。如果我没有这个汤汁呢，它直接烤，你就是淋上橄榄油下去烤，它也会很漂亮。如果有黄节瓜的话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太接受黄节瓜，可是我个人很喜欢黄色的节瓜。然后你看到我把刚才调好的这个酱汁直接倒上去，因为我要做番茄炖蔬菜，然后再淋上豪迈的淋上橄榄油。我刚刚说过好的油。你都不用担心，我们身体都可以吸收的，而且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好油来帮着细胞还有组织来重建。全部排好，然后淋好之后，我铺上锡箔纸，因为我要让它有焖炖的感觉。我没有开瓦斯炉去焖，我直接用烤箱。如果你是用瓦斯炉啊，你就是像炖菜这样去做它也是可以，但是火要用小一点，因为我们的红酱的那个酱汁事实上它比较浓稠。我这样子烤，我用200度烤了大概25分钟左右，我就拿出来了。然后拿出来之后啊，我就加料刨上高达 cheese， 然后再放回烤箱，我就再把上层把200度给它调个220度下去烘一下，有点炙烧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就会像这样子了，这样这一道菜就很漂亮，而且很好吃，过年的时候就可以上菜。那我还会再介绍下一道是节瓜面，大家拭目以待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